简嘅唐奕心系开心啲，独立啲咯，冇咁多妇女喺个身嗰度。电影版唔应该再带住嗰个忧愁喺嗰度，咁啊去翻第一集，可能同阿 Bell 识阿 Bell 之前嗰个状态，单身状态咁。London Temple Street， 伦敦庙街。小时咸口面包，不妨试下。既然家专瓜，如果唔系都几流啊吓。连个发型，我都觉得系本来系我想要嗰样嘢。当其时，发型师就话，就帮我剪咗一个十年前带动到而家嘅一个 undercut。但系电影版我先至系我心目中最理想嘅唐奕迅形象。頭先食咗個海鹽，有少少整蠱。而家食呢個橙同啲香茶，我含就係espresso。咁 DM 呢個人係總之佢好得意嘅。能够令到唐奕心同一个女明星拍拖，一个几特别嘅一件事。我谂听到你唔少，我觉得几兴奋，因为冇乜可能啊。所以呢一个会带到好多阿 Sam 嘅唔一样嘅性格出嚟。你准备好未啊？同我哋一齐冲上云霄，请大家锁定微博、微信和 Instagram。